一样，他说，就是团购的那个不能做报纸。做菜店老生炒菜馆。美国就很简单。他那边是管制区。对，管制区那个叫管制区。这车不能进去，就像我们昨天找路那个步行街，步行街。那上面中山街八，或中山路八号，临街文博区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是为了拍专辑而做网红的。妈辛苦。卤水河，你看啊，卤水拼盘不一样，哇，你们是进场，那要把口罩，隆重登场，隆重登场，你的拐杖很漂亮哦，金光闪闪，两个小金鸡，踩雷，踩雷了对吧？哎呀。这边还有个小院子呢，挺好的呀。对呀、啊。我们下一趟要去哪里旅行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下次安排。你敢带我吗？顺德。我是那边找麻烦。顺德啥？边上是，它是央视江的绿茶，可以吗？好，口味不错。来，请。这是比较便宜的，这比较，这绿茶，这130。对耶，对好啊，我那是熟的。它地上杯下来更好喝。我比较喜欢喝地茶，这个味道。刚刚有讲，徐驸马应该是宋朝的。跨过去，你自己怎么样舒服怎么样来啊？那另外就注意安全。干嘛这个门槛这么恐惧要看自己？徐驸马府的第三件宝竹编灰壁，它就是我们南方特有的一个建筑。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小洞里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墙面是非常的薄的。它是通体是采用我们的竹片和竹帘编制而成，加上泥土和背灰这种超精材质的。它的厚度只有2-3厘米，它既省工减料，也是起到了一个隔热和隔音的一个作用。
我们靠后面的这么多是一单门过门看，当门小关说，当门是爱看几高就看几高，当门小关说，要么就是个出关门，那是因为伊就关，那当门嘛，你当一下多少？还好不好？要么我用广东话伊就关先。到那儿就没了。有。还有。漂亮。很漂亮。不见面了。这个鱼老我不见了。是这样钓的啊。这里鱼钩上面没有放饵啊。没有，那就是那个点嘛。哦。鱼钩上面有个白点。那它好多鱼。这么长，就吃那个点。你那饵是怎么做的？做。上面有点会飞。对，下面看侧面。哦，这样子。这边去好多人。照侧面，照那边你看这个海。哎，这样子多好。哎，两个在看夕阳，这多美啊！微笑，不要僵笑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啊。哎，我先去找他来。这要怎样打？哎，猜中了。Thank you.